大胆一点爆改棺材房。大壮花上几千兆在上海买下一套房，长宽加起来都只有一个多平方，大小连口棺材都放不下，平常走路都得蹑手蹑脚。绝望的大壮决定这样装。首先大壮推来装修神器住小方，先点设计我家，再搜索你家小区名称，大数据匹配你家户型图，免费生成你家的 3D 设计图。一、飘窗用镀锌方管焊接于骨架，可推进拉出，定制可折叠的床垫，就是大壮舒适的床，就算是女朋友过来也能睡得下，收起来不占空间。二、靠里的旮旯做衣柜，上方收纳换季的棉被，下方大壮常穿的衣物全装下，关上玻璃门，美观防灰尘。三、几块木板做书桌，底下装抽屉，大壮的内衣裤袜全收纳，定制软垫座椅，就是大壮的工作区。大壮努力工作还房贷，收起来不挡收缩床，完美融合。记得插座开关装床头，关灯充电都很方便。四、门釉移50公分，旁边墙体埋入隐藏式水箱，安装壁挂的马桶，尺寸刚刚好，大壮可以在上面排山倒海的美妙享受。外包铝木板阻挡马桶的异味还防水，使用时打开非常方便。五、台面放个电磁炉，解决大壮的一日三餐，上面做个镜柜，臭美的大壮怎么能没有镜子。镜柜的小格可以放调料瓶和洗漱用品。六、顶面安装投影幕布，躺在床上电影大片随便看。棺材房这样设计，有限的空间也能绽放出无限的可能。最后看看整体的效果。